迎收看电玩宅速配，大家好，我是 mini。 各位玩家们玩过那个波波波波不停的游戏吗？没有错，就是那个疗愈到不行的 BB 10。虽然 mini 还没有玩透，紧接着续作 CC 10也蹦出来咯，究竟又要如何让玩家们上瘾呢？快来瞧瞧吧。各位玩家们玩过这款消砖快消上瘾的 BB 10吗？这款阳春无脑的射砖块游戏，透过不断的射击各式各样不同功能的弹珠，说不上来的疗愈感，让游戏已要成为全球纾压游戏的黑马。而制作团队 11% 更乘胜追击推出了续作 CC 10，同样以逗趣的机器人作为游戏主视觉。不过这次的玩法不是从下而上的一波射击，而是要控制画面正中心的大象一边扫射一边阻止方块们向中心靠近。与前作一样，方块的数字就是被射击的次数，不过来自四面八方的方块让游戏更有难度及爽度，并多了雷射枪、爆弹及时间停止等辅助道具，加上喜感又洗脑的背景音乐及50多种不同特色的弹珠，让这莫名的疗愈感更胜一层咯。 BB10 及 CC10 两款系列作品正冲上行动排行榜，照这样看来，续作就叫 DD10 咯。想要体验耗时小品游戏的玩家们，一起下载来玩玩看吧。